刚刚今天我们要吃什么？今天我们要吃的是炸鸡，好久没有吃炸鸡了。然后这边还有瓶雪碧。我是雪碧党，然后我还准备了一瓶黄芥末酱。我们先开始吃好吗？我洗过手了，我没有戴手套。咬到我这次，好久没吃了，好嫩，好好吃啊！妈，我们来加点酱。哇哦，他这有送我另外一个酱，也是奶油蜂蜜芥末酱，酸奶酱，脆骨我的最爱，我指甲要掉了，哦，我好想沾热狗，怎么办？好想吃热狗。这黄芥末就是要吃配热狗，你们知道吗？超嫩，好好吃的。其实我比较喜欢吃腿，因为比较方便。我们只有脸变大，有吗？
为我来试一下韩国吃播最经常吃的方法。很重口，差一点。他们嘴太大了吧。我觉得他们是弄大根了，我的小根都没办法。哇，我再来试一次，这样子真的很不雅呢。这样真的很没有，很不雅哦。如果看我视频有男性朋友的话，请忽略。其实我一直都不是那种狂野派吃播，我吃东西没有办法特别狂野。其实我真的很不爱吃刺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真的不爱吃刺，不喜欢。好迅速啊，我的妈！最后一个。好爽啊，我的妈，很久没有吃这么多炸鸡啊。干杯。